后因为疫情期间，因为想封闭式小区管理，我们这边公租房，央视公租房也推出了一个 VR 看房的一个功能，可以不进入小区，就可以看观看这些就是房源的具体的情况。然后如果就是有兴趣的朋友，可以这个到锦州湾路189号两楼来咨询。也可以公租房申请是需要先去一个申请，那申请通过之后呢，我们会电话联系，那请来这边看房选房，可以直接选房签合同。看视频上澎湃。